战争虽然已经结束，看着历史遗迹却不会感到遥远。过去在这片土地上，有着一群人明知是不归路，却依旧踏上一去不复返的征途。圆山基堡是二战时期日本神风特工队的基地，避免受美军轰炸，作为防空洞使用。虽然废弃后逐渐遭人淡忘，经过整理与修复，如今成为战争展馆。这里有一台以竹子做成的等比例神风特工队战机，虽然少了些悲壮感，却也让人不生唏嘘。在这一块以水泥建筑的灰色基地里，一景一物都让参观的人更加认识过去，也更加认识了这片土地。